哈，这个也是在过程中，我才会很明确知道我在这个联盟的最重大的一个身份是什么，就是搞事情。我只可以说，小跑猪来了，这个挺好笑。Yo, cool 的朋友们，我是 MC Jin 欧阳靖，What's up？其实每一轮我觉得都印象很深刻，但是如果我真的要讲一个，那很自然就会是一开始的第一轮的我上过山车的那一轮，因为我很开心可以在这个舞台第一次用这个作品来跟大家打招呼啊，因为都有几年没有好几年了，其实我上一次参加那个说唱比赛就是17年了，第一个 season。我是嘻哈侠，Hip Hop Man。然后虽然很开心可以唱这首歌，但是可能那个结果也不是大家的理想。支持我的人啊就觉得，哎，为什么要输啊？但是可能这个输的结果也是好的，因为就某个程度也把我在这首歌想表达的一个概念就更加加强，就是肯定会有时高有时低的，所以就，然后后来的所有的发展都是透过这一个第一轮的结果才会出现，所以我就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那一个，这个也是在过程中，我才会很明确知道我在这个联盟的最重大的一个身份是什么，就是搞事情，因为我觉得搞事情很重要的，在某方面，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也好，在舞台上也好，肯定会有一些压力的嘛，也会在比赛的环境里面，所以我的那个搞事情，我觉得其实也会让大家轻松一点，然后。其实我也跟大家其实可能是一样的，都会有一些压力，但是可能我去，怎么去把自己可以放轻松的方式，就是这样，根本就是玩玩的，然后会喜欢特别喜欢开玩笑啊，或者是讲一些很无厘头的一些点啊那种，然后一般的行为都，说实话就是都不太安静的，就是一定要。跑来跑去，就是除了这个，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也会觉得我会有一个就是很正面的一个看法，对于所有的事情，然后就也会影响到他们，然后我觉得互相的，因为我在他们的身上我也吸收很多，难得很开心，就是我们四个真的是性格其实真的很不一样的，我觉得这个也会反映到当然年龄呢？对啊，因为可能我跟小春和瘦子就会比较近一点，我们的 age 长大的那个 generation 啊，大家的一些体验就可能会贴一点。如果对比我们的年轻人加隆，但是我觉得加隆也给我们三个很多力量。我相信不只是我相信顽童两位兄弟都会认同的，就是。在加隆的身上，我们也会吸收很多这种很 young 的，对吗？很充满那个，有很有动力、很有火的那种，所以趣事就是，虽然大家都有各自的体验、各自的 age 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也很自然就会很有默契。我只可以说，小跑猪来了，小跑猪来了，你们准备好我这个挺好笑，就是，这个是我们的口号。可能是我就突然会想起那个哦耶，瘦子和欧阳靖的主线，这个我觉得很深刻，因为认真说，这一次这个舞台，我这个作品里面，绝对是打破了自己的一个那个中文说唱的一个，可能本来已经有一个。有一个 guy 对吗？这 cover 我已经到自己的天花板了，我以为，但是透过这个舞台，我也在推高了，就打破了那个所谓自己给自己的天花板。然后我也感谢队长啊，也感谢修子，因为他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嘛，这个舞台，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大的，他觉得自己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我一定要
用这个舞台跟欧阳靖、棒靖哥可以到达他根本有能力到达的一个水平，所以就很完美啊，就是一切都很顺利。然后基本上在歌词里面我都表达了我想表达的，特别是到这那一刻，起码从我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根本我跟 hip hop 就是相依为命啊，然后也是命中注定 hip hop 就是 my life。 因为可能曾经我自己都会有一个好像放弃的那个感觉，我说放弃也不是放弃这个艺术，放弃这个文化，根本放弃不了的。因为如果真的是这个东西真的影响到你的生活、你的发展、你的状态，那个影响力那么大，你不能放弃。我说的放弃可能就是可能在我自己的那个事业发展那方面，因为可能遇到一些不顺利的阶段，就会觉得哎，这个跟我当年的那个梦想或者追求的理想好像已经不 match， 也不对了，也好像已经完全都没有什么希望或者机会。但是就哎，这个就不是 hip hop 就说 nope， 你很有还有的。所以就我的感想就是，对啊，我承认我有放弃过 hip hop， 但是 hip hop 就不放弃我。我觉得哇，让我很开心，然后我也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，就是在中文说唱可以到现在这个地步啊，这个阶段，或者对啊，就是有那么多那么优秀的 rapper 们，有那么多的机会给他们去展现他们自己的才华、自己的实力。我也说 real 一点啊，他们也可以，我不只是说可以赚钱，我说的就是可以给自己，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、家庭，有些都结婚了吗？或者还没结婚的，可能都会帮助他们的爸爸妈妈、妹妹、弟弟、哥哥、亲戚朋友。我的意思就是，对啊，有一个好好的一个环境，大家可以去，除了可以做自己很享受的，也可以养家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。建议就是不要想太多。因为如果我用我自己的体验来做一个分析啊，年轻人有的一个超能力就是你可以不想太多，对吗？那有些人可能就是你很小，你的环境就需要你要思考很多，哎，你可能在你的家里的环境有很多责任，要负责很多的东西，很多事情，那这个就当然会有了。但是我想说整体啊，一般来说年轻人就是可以比较没有太大的压力去接触各种的东西，不管是打篮球、说唱、艺术、painting、玩游戏都可以。所以如果说到那个说唱 hip hop 文化，我就说，就冲冲呀，对吗？你喜欢、你热爱的话，也不需要特别考虑，特别的就不要考虑旁边的人家怎么看你，怎么会觉得你是 hip hop 还是不 hip hop。我觉得最 hip hop 的精神就是，你根本不理，你可以说啊，你可以这样说，但是到我欧阳靖现在那个人生那个阶段，可能我会再补了一个点，就是你可以不理怎么人家怎么看你，但是我觉得你也要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尊重，对吗？这个就是很重要的。你可以投入 hip hop， 但是也要知道那个线、那个 line 在哪儿？因为如果 hip hop 会让你变了，你本身可能是善良的，但是可能有些你听到的或者你觉得你需要变成另外一种才是等于更 hip hop， 那个就可能有点错了。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可以特别多自己反省的就是这方面。你继续投入 hip hop，hip hop 应该是帮你找自己，也不是把你改变，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来的，是的。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我的信息，就一定要锁定酷潮流生活网。Peace。